为什么要搞这么个图书馆啊？那么我现在先讲，就是说这些年来啊，这个图书馆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嗯，那个以前我们学图书馆学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观念就是 house of knowledge。嗯，就是你这个书放在上面，书就是知识嘛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图书馆呢，就是它就是提供这些书，提供这个知识。嗯，那么这些年来以来啊，这个恐怕这个图书馆的作用啊，至少有如下3到5个方面。嗯，第一个方面恐怕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空间，或者说是场所。嗯，那个现在的图书馆、啊、比较多的就是说学生，你不管是说博士研究生也好，绝大多数的是这个本科生了，他就到你图书馆来学习，利用你这个场所，利用你这个气氛。当然如果你是个博士研究生，你是个硕士研究生的话，你还有特权，你可以要一间小屋子，就是一个很小的单间，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，你比如说借50本书啊，你都可以放在那里，甚至放一个学期都可以，你就在里面写东西啊，研究啊，都可以。那我前面讲了、啊、我在多伦多大学就是享受了今天、哦、享受今天这个、哎、对对对、嗯、对。那么这个已经和传统的就 house of knowledge 这个概念已经不一样。以前图书馆主要是放书，对，第二个才是提供一个学习的空间，对。那么现在除了这个以外，就是你还有什么呢？你还提供了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hub， 就是说它是一个交流的一个港口。嗯，那么你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有很多的活动。嗯，那么比如说我们经常有这个请那些出了书的教授讲解他那些书，那么你还有就是说那些学生的问题，那么就图书馆馆员也好去回答，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这个许多学生啊，他在一起啊，他就是说做一些活动。那么这至少是第三个功能。第四个功能就是他是一个 multimedia 的 research center，那个话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多媒体的，是一个完全是电子的一个研究的空间。嗯，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说，这个现在图书馆的这个 print 的这个书啊，可以说是大规模的削减。比如举个例子说，这个图书馆以前都有一个，这个是图书馆100年了，美国图书馆有一个围顶，这个规定就是说你每年啊要看看你这个收藏，然后把那些长期没有人借的书呢就扔掉。是啊，那么你以前规定的标准就是说，一般说来就是30到50年之内这本书没有人碰，你考虑，因为你占着也是占一个空间嘛。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你这本书10年之内没有人用，你就要考虑了，就是作为一个标准。那么以前呢，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图书馆啊，就是我不是说高级的，像哈佛啊 MIT 这样的说，就是说一般说来呢是每本书2本，就允许有一个副本你可以收藏。现在就是一本书就是一本，而且呢还有一个，比如说你这个杂志，如果说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的钱订了一个网络的数据库，这个数据库里面你这个杂志都非常容易找到，那么你这个杂志我们就要什么，就要扔掉。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像我们这个大学去年就扔掉5到6万本书，过去5年扔掉27万卷，就是精装的，这个都是啊，那个都是非常好的那个，对，不堪虞、啊、但是浑虚了。哎、啊、就是因为为什么重复了？因为网络上的更方便，你就可以查。嗯，那你为什么还要保存这些东西呢？就变成了，因为很多朋友是觉得，你有一本书，我比如说我送你100本书，现在我们这个图书馆已经不接受 gift book， 就是你送来，当然你特别有价值的，我们当然接受了，但是一般的
比如说我要送你100本书，我们就告诉你我们不接受。那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，但是我们民进出版社还送给纽约很多公共图书的书，他们倒还很高兴。是，但是那个时候网络没有那么发达，我现在给他们他可能不要了，因为他们当时就告诉我，啊，你们应该很高兴，为什么很高兴呢？他说因为我们接受你的书啊，啊，因为我们空间有限，空间有限啊，每一个图书馆的物理空间都有限，物理空间都有限。对，那么另外就是说，大家不知道，就是说你这本书送进来以后，你至少要接收。给你发 acknowledge letter， 然后呢进入 cataloging， 然后呢重新装订贴什么什么，那个一个转下来，你每年要有这么一个空间，你送了一本书，实际上图书馆每年要亏本100块到200块，这个都是 maintenance 费。你们那个好多人不知道，我插一句话，你们那个图书馆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效率低的简直无法忍受。你比如说一本杂志，对吧？你当时放在外面，你可能很快就会输了。第一本书，你们明明采购了，对吧？但是到外面展示能够使用，好像那个时间很长，是很长，是你们太官僚了，这个消耗还是整个这个作业程序真的需要。这个呢是两个方面，插一句话啊，挑战一下你们的职业道德。是。第一个呢，确实这位像图书馆这种地方呢，都是比较容易产生官僚流程的地方，这个要承认，是吧？对，哎，确实很慢。你比如说，一本新采购来的书，那么还要根据你这个图书馆有没有 backlog， 所谓 backlog 就是说有没有你买了很多都堆在那里。对。那么你总是要把这个 catalog 的话，就编目的话，就先编一年以前来的了，那你就排队了。那么但是你也是可以，你说我要这本书，他就可以立刻在2小时之内给你做出来。但是呢，当然你本来轮到的这个，比如说宋永毅的书他就不开了，和平的书他就开了。是我又插一句话，对，因为我们做这个视频啊，网友啊很讨厌我插话。为什么？但是他们就希望你一直常讲下去。但是呢，你说如果一直你讲下去，就是变成老师了。对呀，就是啊。所以我就说插播一下。是。插播一下，就是说，在美国，比如说我们后来就发现啊，很多读者说啊，我看不到你的书。我们后来告诉他一个很简单的秘密，你不要花钱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书。就是你跑到图书馆啊，说我要民进出版社的书。人家说什么书？没有。但是我希望有啊，投入完了就帮你去订阅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，他这个叫做是 interlibrary， 这个就用翻成中文的话来说呢，叫做馆际交流。就是实际上你现在因为这个 Google 的 service 啊，它都有一个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网络，它叫 WordCat， 就是整个世界的图书编目的网络，大概有那么4到5亿本书。在里面。那么你到一个公共图书馆，当然公共图书馆我讲的就是它钱有限，那么你都可以告诉我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你到我们这 Air Mountain 的图书馆，它也有中文书，你说我现在要看一本和平的太子岛，那么它立刻就可以给你找出来说附近的那些图书馆，洛杉矶有几十个 public 图书馆嘛，对不对？它找出来说啊，帕塞蒂纳那个有，我今天就给你调过来，你明天下午2点就来看。这个服务呢是美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对图书馆学的一个重大突破，就是他把全美国的这个图书馆全部联网。比如说我做研究，我有的时候要从哈佛调书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当然您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。你讲的是，我讲的就是说一本新的书啊，然后呢我是哈佛的一个学生，对吧？然后我又没有钱买这本书，是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买。对，你看我就跟图书馆里说我要这本书啊。如果一个人去问可能不理你，再找一个同学去问，可能他们就会去买这本书。是不是有这样的？有，就是现在这个选书啊，好多啊都是直接叫图书，就叫学生选。比如说就尤其是这个 ebook， 这个所谓的 ebook 就电子书嘛。对，这个电子书呢它常常有一个公司，那个公司比如说它包括了美国200家最主要的大学出版社，对，然后呢它还和你这个图书馆啊就有个协定，它说我这个200家，我这个20万本书，我一次性的就放到你网上去了，然后谁来选呢？学生来选，就是你教授也可以选，学生也可以选，
他的一个原则什么呢？就是由三到五个人选就行。当然你一个人选三次也行的也可以的。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告诉了网友一个很简单的技巧，帮助民进的方式就是你赶紧到你的学校图书馆说我要看民进的书，对，尤其是要看孙仁义的书而且你去三次他就一定会给你找到、啊、对，一定会给你。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差距、啊、你继续讲、啊、那么图书馆的功能在变化、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你要求这个是你一个是个人要求，第二个呢你还可以给他发电子邮件，对，说我要这本书，那么这本书呢你也可以在 Google 的这个 WordCard 上面查到、嗯、啊，你说这个书你最好是告诉他这个比如说 ISBN number 就国际书号啊什么什么，那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图书馆管理员或者图书馆职员比较懒，那么你就给他一个书号他查起来就方便了，对吧、哎、那么插播一下好不好、哎、你讲就是这个书号啊，在我看起来中国一讲到书号就是政府控制的一个公制嘛、嗯嗯哎哎、对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嘛、哎啊，在美国我们知道，就是图书馆提供的25块钱，对，都可以，对，随时可以卖的。如果你卖的更多的话，不要那么多钱，不需要20块钱。但是这个就是书号是一个图书馆的一个编码的一个方式，是吧？不是，书号就是你的一个 identity， 嗯，就是因为你有了书号，比如99999，啊，对，那么这个呢就不会造成重复。他现在这个就是统计这个书啊，比如到底出了多少本书啊。或者就是根据这个书号嘛，嗯，美国是国会图书馆管嘛，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对，包括我们的杂志的刊号也是这样的，哎，对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即使你在美国啊出书也好，出杂志也好，嗯嗯，只要你不想进入图书馆，方便图书馆，你是什么都不需要的，没有任何的人去管制你出版任何的东西，是啊，除非你是在筹款啊这个。或者是法律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比如说你侵犯版权，对，比如说你诽谤他人，对，否则的话，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没人管你，是啊、这个叫自由。所谓的书号跟中国就完全本质不同，对，这是插播一下，是叫小菜。对对对对，你讲的完全对，就是说这个你自己如果出一本书，要不要书号是随你，对啊，对吧？不是像中国有个出版局，他不给你个书号，你就不能出版，嗯啊。那么但是一般的人他要一个书号呢，因为这个你在申请这个书号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书名啊大概啊什么他就给你报上去了，他有一个机构，这个机构呢原来也是每年出个很厚5-6本，现在全部都电子化，叫 book imprint。 这个 book imprint 就是告诉你说，比如说我出这个数据库，对吧，那个我就是用我去买的美国书号，我就是因为我当然懂了，我是图书馆管员，我一下子就告诉，哎，大概登记一个什么，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个上面检索，说，哎，将有一些什么新的书出版啊，这个上面你根据书号都可以查出来，那么这个就和中国大陆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了。中国大陆是一个管制系统，管制系统是一个敛财系统。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书号是可以达到10000人民币，哎，甚至更高。是。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原来刚才我们继续讨论的话题，图书馆还有哪一些变化功能上？那我刚才讲了，已经有三个功能，它继续有 house of knowledge， 嗯，对吧？它继续有这个space of study research， 嗯，它又新发展了一个就是。叫做 communication center 或者是 communication 的这个 harbor， 对吧？此外呢，因为 technology 的发展，它又有了一个 multimedia 的这个 research 这个 space， 或者说是 research 的 center 啊等等。那个大概呢，就是目前我们所归纳的这个图书馆的功能中间的四个，这个是 general 的功能啊 ，general 的功能。那么另外我们讲到，你讲到这个总统图书馆呢？在图书馆界呢，我们叫它叫做 special library， 嗯，就是它是一个特殊的图书馆，嗯，那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有很多有关于这个医学的图书馆，它也是算，对，那么你比如说有个什么研究所，比如说我曾经在，因为我的图书馆 degree 是在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拿的，那个当年我在那个地方工作，哦，你的学位是 Indiana。Bloomington， 他是在全国排，那你很不错，很不错，你现在是不是排名第二位了？这个图书馆学，你现在是不是准备当官了？你们的校友，校友彭斯同学，彭斯，对对对，啊，谁是有可能去接上总统？这个我也记不得，他记不得我，因为实在人太多了。那个，但是总统的这个空缺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说，你知道我在印第安纳一个什么 special 图书馆，
工作吗？就是学生的时候实习，就是在一个 Kinsey Institute， 就专门研究性的。所以这个图书馆里面的这个收藏好多都是黄色录像带。我每天就是 catalog 这些黄色录像带，顺便也看一看了。对，这个好，这个不错。那个时候你年轻吧？那不年轻了，我到美国已经39岁了。现在看起来你那个是补了一课。是，确实，你这话讲对了，确实补了一课。因为那个 Kinsey Institute 他发表的那个性学报告，对，他都是告诉你这个人类的性学是怎么回事。对，所以我确实是到那里去做一个 intern student， 就是说学生的这个职员呢，才接触了这个东西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对，美国的性学的演变历史。嗯，已经早就超过了性本身，是它是人类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础。对，哇，尤其对于女性来讲，是，所以他们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先驱。所以不过我谈的性趣方面，这因为是到了性质级了。那个，我们再开玩笑了，回过头来谈。那么话说回来，就是说这个总统他为什么他死的时候，他不是要像中国的总统那样建一个高大全的陵墓？而是只要建一个非常短小的这个一个图书馆，那么就是我说了，就是说这个和这个美国对图书馆的这个功能有关。就是你像这个无论是奥巴马也好，无论是小布什也好，那么他觉得他能够留下来给后人最崇高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一个 house of knowledge， 就是说是一个知识的聚集的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图书馆。他还要留下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他我们刚才讲了，是一个 multimedia 的 research center。当然，他希望那些多媒体的去研究什么呢？去研究他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是不是跑过一些这样的图书馆？我跑过里根图书馆啊什么。但是美国的总统，不管是谁。他都是在任的时候是这个国家最被批评的多的人，是啊，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人，对，也就会有很多的批评他的文章啊，书出版或者是其他事情，是，那他们收不收集在里面？收集在里面，就看你这个他能筹集到的资金多少了，对吧？就是他完全不管，他不管，没有政治正确，没有政治正确，就是他如果说筹集，因为这种事情不是他个人去做，他就是。我觉得美国这个总统啊，政治人物啊，他一旦退下来以后，他比较潇洒，这一点我都觉得很佩服他们。中国大陆退下来以后，拼命还要权，还要去控制下一代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说，他们就比较潇洒，他们知道他们主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筹钱。嗯，你比如说一个图书馆也是这样，这个馆长的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筹钱。那么具体怎么管理这些图书馆，那就是我们这些专家了。嗯，比如说我的特长是管它的技术部门，那个技术部门主要是买书啦，或者是编目啦等等啊那些。那这个馆长他不管你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部门就交给你了。所以美国这个总统也是，他筹了钱以后，你造了以后怎么设计等等，这个都是专家。如果这个总统去世了以后，这个图书馆依然保留下来，依然保留下来，就变成一个公共的设施。公共的设施，他这个公共的是我刚才讲的，比如说你 local 的这个 community 社区有什么活动，你也可以在他那办。你比如像波士顿的那个肯尼迪图书馆，好多活动都在他那办，啊，那么你这更不用说这些珍藏，他珍藏的那些他完整的，比如我们在这个里根图书馆，我大概2个月以前刚去参观过。我因为从来也没有进过这个 Air Force One， 他那个 Air Force One 很大，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60-70年代的这个里根时候的 Air Force 怎么回事。那当然现在更加这个空军一号是更加变化大了。我们的中国文化人呢，也喜欢在这个总统的这些图书馆占有一席啊，比如说。他不认识里根啊，也没跟里根握过手，是是是，但是他的书法不错，他就写一个什么里根什么什么啊，或者是他画一幅什么里根的油画，对对对，这种情况他有没有可能进入这个图书馆？这个情况就是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和钱有点关系，就是比如说现在我讲的就是说这个他那些国家的，就是包括就是说里根图书馆为例吧，对，那我去参观里根图书馆的时候呢。
正好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蒙古的成吉思汗那个展品在那里。嗯，我当然就是我因为想把里根图书馆看得仔细一点，我就把这个成吉思汗的放弃掉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他就是到你这来，就利用你这个地盘啊，然后呢，我的理解觉得这个好像是中国来的，中国是付他钱在这里展览。是，我前面讲的意思就是，就是从你啊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没，当然明白。对对对，中国人他要为了表现自己有艺术的造诣啊，或者是我要卖一个好的价钱。如果我说，哎呦，我给了一幅画给卡特图书馆收藏，收藏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我送给他的，是，实际上是我硬塞给他的，对吧？就是有没有硬塞这个？这个我觉得这个硬塞呢，没多久就会淘汰掉。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但是只要塞进去就一次就可以了。塞进去一次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对，对吧？因为他不明真相，他不明真相，是吧？比如说有个人塞了一个什么 age 的什么东西，送到我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的那个，那我第一步就先把它留下来，对对对，开一个收条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哪个法老，就是我不会回头的，对对吧？像这类东西，如果说他是一般的书，我当场就退给他说我们图书馆不收，对吧？这个一般的书，如果更不用说现在，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书已经重复了上千本了，他还一定说要保存。如果你不保存，你就是背叛了革命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书呢是这个当年这个孔树揭发共产党，这个都是把一些就是说专业问题政治化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无限上纲，在我看来，在我们这些内行的人看来，很好笑的事情，嗯，对不对？搞笑这个事。那么你刚才说到他如果送一个什么法老的什么东西，那我就是第一步是收下来啊，然后给他开一个收条，嗯，第二步呢就是请有关的教授专家来看一看，嗯，很快可能就扔掉了，但是他可以在外面说那个我们不给他负责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什么收藏了我的什么东西，对，我们不是收藏，中国的画家，对，中国的书画家最喜欢圣就圣在联合国啊，你是个联合国，你看我的东西被联合国收了，最高了，比中国还大嘛，啊，比中国，对不对？联合国还好吧，但是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东西，是我有朋友还真这么干，哦，他真这么告诉我啊，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只是笑一笑，笑一笑，人生嘛，有时候这里有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。